所以呢，今天非常开心呢，就是来参加这个活动，也希望我们这个公司呢，就是以后生意越做越好，然后为加拿大的经济，为安省的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大家好，我是日治文山这个经贸发展委员会主席陈继辉，也是代表这个区的议员。今天呢很高兴，就是我们 Wine 的王总在这里开了一个新的店，对于我们日治文山的那个经贸发展，当然是对我们有信心，也记住了一个创业的机会。好，大家好，我是日治文山第三区的市议员廖立辉，我今天很高兴在这个疫情的时间我们可以了，在这么好的天气，我们看到这个 MC My Choice 这个 business 在日治文山呢开幕了，我真的替他们很高兴我知道他们从申请到现在也不容易他们能够在这个好的地方做生意，我在祝他们生意兴隆生意越做越好谢谢。今天很开心，就是接受邀请，来到那个云南，就是住多伦多的那个中烟工业公司这里这个开业大典。我代表中嘉文化艺术协会，祝生意兴隆，财源广进，谢谢。作为云南老乡呢，非常高兴今天看见这个云南中烟这个 MC 这个拳头产品来到了加拿大之前呢，我在出国前呢，在昆明在云南经常见的这个产品，但是在加拿大是第一次见到，也很高兴这个 Molly 的团队把他们带到了加拿大今天我代表加拿大云南总商会也恭喜 Molly 的团队，祝贺 Molly 的团队在未来生意兴隆，开张大吉，蒸蒸日上，谢谢。感谢今天所有的嘉宾来参加我们 MC 的发布会，在此衷心的感谢大家，然后感谢各国会议员、省议员到店祝贺，我们 MC 是促进中加关系结合，新型的一代戒烟替代产品，我们希望这样的高科技产品能带给大家更多的。戒烟人士福音，